靠背，我们是一个 team。OK， five, six, seven, eight， 听听啊，听啊啊啊！听说这是个才艺，我也不知这是不是才艺，又好像就是个才艺。我的才艺是演戏。谢谢。所以你们三个叫做什么 team？ 叫我是靠，我是背。他是灵眼，灵眼，你是靠，你是背，对，什么意思？靠牛，牛，他姓牛，牛铃啊，靠，英文 ，bell， 牛铃 ，bell， 哎，牛铃二人组，故意的，故意，有点谐音这样子 ，OK， 按你们的兴趣是演戏是不是？对，好，所以今天带来应该是演戏喽，没错，好，来，请准备。其实我觉得她还蛮漂亮的，这个可以，真的，她是很有主播的样子。对，来，请开始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Action！ 各位观众晚安，欢迎收看今天的钻石 bling bling 新闻，我是美丽的主播 Cloud。现在为您播报气象，强台猛卡蹭台风来袭，全台民众请特别注意哦，加强防台。现在马上连线给户外记者贝，嘿靠 ，OK 贝，是的靠 ，OK 贝，贝，贝，是的，各位观众，猛卡蹭台风来袭，户外风雨势非常大，雨势非常猛烈，是的，非常猛烈，非常猛烈，没错，据说。是的，相信各位已经看到，现在雨势非常强烈。我们将现场黄鬼，现场的主播，谢谢。好，好的，请观众外出时一定要特别注意哦。接下来为您介绍第二则新闻，是关于民国百年刚出炉的农民历新十二生肖，当然不是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。马上由我最美丽的主播靠为您各位说明，导播。低笑，大笑。第二笑，踢笑。第三笑，皮笑肉不笑。第四笑，乱笑。第五笑，回眸一笑。第六笑，用丹田笑。好，今天暂时 bling bling 新闻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我也是你们最美丽的主播 ，Go！ 谢谢。反差好大哦，真的很漂亮哎，真的吗？谢谢。现在我们要考虑的还是它是一个 team 哦，是三个人，到底可不可以晋级呢？评审请准备，晋级，请给灯。恭喜你们晋级了，谢谢。